Hello， 我是沈晨軒啊。You are watching Toys TV。玩具 TV 第廿九幾季第九集，咁啊，頭先叫做乜叫賣廣告嘅，多一個地方，多一個即係 platform 俾大家去交流一下玩具，都是一件好事嚟嘅。係。好啦，咁啊，啱啱頭先無啦啦，我又 out 咗一隻麥加登，咁啊，多謝 Brian 醒我嘅，係啦。咁啊，多咗句啦，咁啊，其實大家早前喺呢一個動漫節入手嘅，俾咗三嚿幾水，我唔係太記得啊。呢樣嘢，係啊，三嚿幾，三嚿幾，哇，山口式咁嘅價錢喎。哇！你問你死未？當年，唔好理三嚿幾都係三嚿幾，三嚿幾嗰啲玩具俾啲咩嘢你咧？我就好有興趣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喺會場買嗰陣時候，你除咗本身有呢一件嘢之外咧，仲會送你一個銀幣同埋一張獨立嘅好似有編號嘅卡，我唔係太記得啦，要問翻當事人先知。有個背景座，仲有背景座添啊！是在什麼渠道會有的？就是上次那個動漫節咯，動漫節prepay的三九幾，全數的。那現在的座在哪裡？在家裡。重點就是我給一些粉絲問，你是不是掠我水啊？我給你三九幾水，到現在還沒收到貨。早排才再跟我撩回起，是啊，我真的虧你三九幾水的CM。回來了，好了，那麼麥加登咁啊，見到 Yellow Park 今次其實就住成件嘢個 box art 咧，都真係好有當年動畫嘅感覺喎、哦。即係佢呢種係純粹係撩你嗰啲情懷嗰啲呢招設計啦。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呢一個世代咧，我覺得越嚟越多廠係會走呢個方向，簡單方便快捷，同埋係啦，撩到情懷。我哋啲老嘢嗰種，即係 Bandai 都開始係玩嗰啲舊 Poppy 合金嗰啲包裝啦，係，所以呢一個方向就唔會錯咯。以 design 嚟講，穩陣係啦。我想問邊個畫㗎 ？Brian 個封面唔知道，銀東唔知道，應該 in-house 人 ，in-house 嘅。你咪話喎，我喺網上認識咗個法國仔，佢好似係做呢樣嘢㗎，佢專我有可能係佢，有可能係佢，佢係啊，佢做好多。無論是三廠啦，或者不是三廠的，好像都是專攻變形金剛的插圖，好可能是他畫的。厲害喎！我有機會問下他是不是他畫的先。喂，好感動啊！啱啱咧 ，Chris Wong 師兄咧，佢話補翻 VIP 飛喎，好想嚟，但係唔喺香港。佢 sponsor 咗398蚊俾我。哇！多謝你 ，Chris。唔知點講，有機會嚟香港再聚一聚，請你食魚蛋。係，筆數就 Brian 出嘅。係，好好翻嚟啦。咁啊 ，box art 係咁啦，入邊就咁啦。另外都會有一個即係燙咗銀底，外邊做咗黑色。呢個 box 都幾靚。Any comment？ 冇啦，正常嘢啦，正啦，俾足料啦，係。你話如果咩俾個 comment 就係黑色過瓦膠，始終都係禮計咯。禮計喎，因為始終會變得很灰啊，同埋你好容易即係你揩到就會有痕啊嘛，所以通常黑色就避免過瓦膠嘅。咁但係因為佢咁多 design 喺度，佢就冇所謂咯。但如果大平面有啲暗紋咁，所以大平面就係咯。但你見到呢啲就係咯，好容易就會化，即係有指甲痕咯。係，同埋如果你燙得唔夠貼咧，就會見到少少。但係我冇得退㗎啦，我冇嘢講，乜嘢講啫。係 OK， 講翻正經嘢。係啦，笠翻呢一個，其實成件嘢。哎呀，呢度開巢咗添，好唔開心。好啦，咁啊，見翻就係咁噶啦。好，天地雙。咁我啱見咗你，佢打開嘅時候，佢係有組合嘅。哇，係啦。嗱，當然啦，其實早前大家有玩開 Yellow Park 嘅平靚正系列嘅話咧，咁都會係要自己要一個簡單嘅裝組嘅。咁基本上我就已經裝組曬噶啦。喺頭先呢一個阿 Brian 買緊廣告嗰段時間，咁同埋。因為記住，佢今次係加裝咗呢一個著燈功效，所以你會見到入邊仲要包埋一粒大、三粒細嘅扭形電池嘅，做乜呢？第一，佢呢一支炮係曉著燈；第二，今次順便加埋個頭會有呼吸燈嘅，著咗嘅話有長著啦、呼吸燈啦，同埋眨下眨下嘅。咁當然啦。因為我冇螺絲批，我冇打算試噶啦。
哎呀，講多少少，佢背脊呢一碌咁嘅原本嘅槍管咧，就係、是、愛嚟用磁控控制呢一個麥加燈嘅燈嘅。停一停先個樣，係啦。OK， 得好。好啦，我哋又將過翻嚟呢邊啦。你裝個燈，懟落去就會著，撳多下就會斬。再撳多下就會熄咁樣咯。呢個都係而家嘅一個大趨向。300多元。係啊，呢度又曉著燈喎，300多元。呢個即係冇冇講啦，就係將生產技術帶咗去中國國內。係。到某一個點就會嗰啲廠自己買啦，想自己做咯。係啦，佢又有咁嘅技術，佢又有咁嘅堅密，價錢就會平好多。哇！哇！支槍飛咗出嚟。好啦。咁啊，頭先睇咗兩個咁精彩嘅表情，係真真正正我諗表情。嗱 ，pose 就擺咗，不過時間關係，我想試試正正俾大家睇一睇佢成碌角咁樣動喺度嗰陣時，其實個效果係點咧？個裝組好快啫，好簡單啫。你一路一路一路吹水，一路賣廣告，我咪一路裝組咯。我想講咧，好耐好耐之前咧，係有啲玩具都係咁樣樣噶。係。唔知點解啦，我唔知個原因啦。就以前有啲超力電磁俠啊、巨靈神啊，甚至巨神哥爾固咧，係都出過一啲係同樣包裝，即係係買翻嚟一件件嘅咯。但係一個好簡單嘅組合咯，需要即係手手腳腳拆開嘅。哦。係啊，咁巨靈神嗰個就要自己有嘅。哦，即係真係模型咁樣喎。佢係白件嚟嘅，係，但係就係類似樹脂膠咁嘅嘢咯。嗯，咁就係一個咁上下大嘅盒，就PVC 膠，即係透明包裝，你就見到曬，就白件嚟嘅。咁啊有啲好似衫口色，有啲印象啊 ，Bandai 都有出過嘅喎。我就唔肯定，咁可能係 Bandai 嘅 ，Bandai 有出過，係啊。咁有，我記得有超力有。有巨靈神我就不肯定有冇鐵金萬能盒、三一萬能盒啦。應該有。係啦，咁應該嗰啲就係嗰啲關節係類似生鏽色嗰只咯。係啊，當然唔係生鏽色啦。但係嗰只其實好好玩嘅，真係好好玩。依當然嚟講係好勁。雖然冇上色，全部黃撳撳嗰啲咁嘅膠。其實本身係白嘅，但我到攞到我哋手嘅時候就黃咗咯。係啦，咁啊轉咗個圈，其實三嚿幾俾到啲咩嘢你咧？就係俾到舊化啦、全上色啦、著燈啦、著燈啦。隻腳是金屬咯，邊度啊？金腳板摸下，係啊呢度 OK， 係，所以變咗佢腳板，佢齋企係好穩陣嘅 ，OK， 係啦，我幾中意佢嗰兩個表情喎，表情係啊，好重要嘅，夠戰夠戰格，係咯，我全神，個頭咧佢個樣咧佢改過下，即係初初出咧啲有啲。師兄們又覺得味係好，咁咪改過，咁又加咗燈，窗又加咗燈。哇！正，簡單方便快捷。係。哦，就咁搣出嚟就。哦，就咁夾，唔係攝石啊，應該就咁。筍啊，係啊。就咁出，就咁撳落去。好啦，咁啊，繼續又睇下三嚿幾，所以又繼續俾啲咩嘢你啦。嗯。頭。波裝。咦？哦，多個可以耷低頭。雖然我完全唔知道，好耷喎！究竟發生咩事啊？雖然係穿曬崩嘅，係啊，但係竟然有呢個咁可怕嘅。但係呢個位其實點解佢想變形啊，大佬？可以做好少少係嘛？係咯，都做咯，好似 LEGO 咁樣後邊。嗱，都有佢俾我當係你俾多咗我㗎啦，我係、okay, 啊，冇乜説話講。但係我覺得佢送佛送到西，可以做好少少呢個。係啊，雖然係勁，我唔係話佢唔勁。一個比較大的關節啦，咁啊，呢個淋巴比較腫脹，係啦，連向前喐呢一個都同你做埋嘅，佢屈得好勁喎，嗰個手。阿 Brian 講嘢細聲，因為 Brian 冇開麥。係而家我專登信眾要求，橫掂我哋得幾條友喺度。係啦，係。今晚我又唔講粗口嘅，哇！即刻，今晚我哋都係不設防多啦，睇個款幾好啊，人少少，係啦，吹得開心啲。嗯，哇！What do you want？ OK 喎，係啦。咁我真係好中意呢啲有表情嘅公仔，手指好。你真係其實你呢一個手踭位咧，你就咁樣睇係以為冇喐得咁盡，但係 sorry， 佢係一個 L 型嘅設計，令到佢可以向上差唔多接曬三嚿幾歲。係啦。咁啊，佢係縮得好好。係啊，前邊亦都有一個。腕部的可動關節啦，咁啊，亦都唔需要用球形關節噶啦，咁啊用咗前面就幫補曬，咁啊手指亦都係
大部分可動的，即係食指獨立，係啦，跟住中指、無名指、尾指就係一件喎，就方便你揸槍啦，喐得嘅。300多元真係，即係佢個可動係有啲，佢可以抽樓咯，唔使係啊，即係唔係逐節，因為逐節其實唔係太實際嘅，即係好易。但係佢有舊化啊嘛，其實喂大佬最勁嗰下要係有。我想講三嚿幾水，我冇幾何見過條腰係可以咁樣。前後咧，前後喐噶。啊，左右前後，哦，全部喐得 ，OK。因為佢有舊化呢下嘢真係，你諗下以前我哋幾難先至可以有舊化嘅玩具。Don't think too much 啊。係咯，係喎呢個價。係啦。因為你當時你我哋嗰時有舊化就係自己整，但你整完之後你就唔會粗玩，因為我哋自己整嗰啲係好易甩噶嘛。但係佢哋用工廠嗰啲油漆整嗰啲就冇事，即係唔會甩噶嘛。其實有先你話點解係即係遲出咗係真係有原因嘅，因為其實佢做咗批貨咧唔合格。哦，係。咁佢真係我啲內幕消息咧，咁就住咗廠，咁所以先重新出過呢批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值得等嘅呢次。見到本身其實前邊嘅 hip。同側邊嘅協夾都起得咁高，所以向前踢一定冇問題噶啦。所以點解我特登做一個向後踢嘅姿勢呢？因為本身後邊係不可動，咁所以變咗佢向後喐嘅裙夾位呢一個就極限嚟噶啦。但係你都見到佢嘅極限其實都非常之靚，已經係足夠有餘噶啦。咁當然好開心、好愉快咁樣踢腿，係絕對冇問題啦。合金成分就係嗰個腳板嗰度有，係啦，冇錯。哇，三嚿幾咋，都係嗰句話老江湖啊，大佬。佢真係一個好聰明嘅產品，我覺得，即係個定位定得好好。唔知睇緊有冇啲資溫嘅 fans 咧？即係我想都聽下資溫嘅 fans 咧，即係對依一個即係最終產品，其實佢哋覺得係咪佢哋嘅嗰杯茶咧？嗱，腳腕亦都係好模型嘅。很模型的意思是你會看到它的裝組關節其實跟平時大家玩開的高達差不多，也都因為本身前腕比較多的空位呢，令到它的腳腕向前動的範圍也都會相對比較大，還有醒你的就是本身的腳趾位都是可動的，三嚿幾歲搞不定可動，大致上就是這樣。所以其實多一句成，會不會有現貨呢？應該會有啲嘅，有嘅，有嘅。咁啊，喺邊度買啊？嗰間啡粉啦，其實唔單止啡粉嘅，其實好多其他鋪頭可能都會有嘅，因為呢個都係啲大佬貨。同埋都覺得你 Yolo Park 有玩開嘅，基本上呢一個都係啲破壞價錢價格，而當然用翻呢個咁嘅價錢，你會見到有舊化，有咁多唔同嘅配件，又可以呢一個喪樓，又可以著燈，唔該曬。是眼和炮是吧？是的，沒錯。大力先生是不是用那個用這個東西？是嗨嗨嗨嗨的哪裡後尾枕？這裡其實現在已經閃了，現在就現在就不閃了，是的，沒那麼動我來好 OK 繼續好玩一玩它，不行 要在前面閃了，就熄了就行了，熄了就行了就行了 OK 現在著燈著固定斬啦閃啦閃啦，是跟著就呼吸，這個是呼吸燈嗎？是啊，你要慢一點才行，是是啊，是啊，很慢，不過我呼吸好，慢慢了，這個呼吸是有點暈暈的，還有同步你看到碌炮，右手的碌炮已經著住了，是這個就是應該按掣的，我猜應該是，你試試，沒錯了，是這個是像按掣的。好了，那就是這個三幾幾的物體就有這些，其實是之前公布產品的那個資訊一陣都我喜歡斬未有的，其實是真的額外加下去的。你看現在的品牌真是非常進取，為了打響那個名氣，是即我不會說它蝕著做，但是都是什麼都給你想著薄利多銷的，這些其實這隻公仔你說它這個價錢是設得很吸引，你會覺得我買來過下手癮，但它可以給你的東西它給了你，是唯一就是它就不是合金來的，即除了腳那裡有少少金屬啦，咁其成隻嘢就係膠嘅，咁但係即係無話可説，我覺得無話可説，犀利，三嚿幾，係頂帽原來未裝好，因為我哋冇扭螺絲啫，係頂帽翻落去先，係咯，咁係一個進階版嘅 Vivotech， 即係以前我哋買 Vivotech 就中意佢多，即係容易扭啊，價錢平啊，誰不知而家。
都是 Vivo 的價錢，這個是進階版咯。現在的 Vivo 是五六嚿啊，大佬，以前就即係3000 yen啊，以前係全部都係110蚊，係咯，全部都係壓縮係3000 yen啊嘛。佢嗰陣時個號召係冚家祥都唔知維持到一年，最早期係110蚊嘅，我記得。咁呢個就300多啊，300头定300尾？300尾啦，其實。哦，三百尾，咁你當400啦，咁啊合理啲。都肯定唔使噶啦，其實400肯定唔使啦。但係真係冇説話講，冇説話講，係好聰，同埋我覺得佢好聰明嘅林德，佢即係佢冇投，即係佢以呢個價錢嚟講，佢冇去玩合金啦。佢要用一個唔需要咯，唔係應該講嗱，佢好佢有合金。就全部喺曬個腳板度，所以變咗你喺玩嗰陣時嗰個重心啊，你係可以好舒服咁樣擺喺個台面。佢個合金係功能性嘅，就唔係情懷 feel， 即係我哋就係玩情懷噶嘛合金嚇。佢就功能性，佢真係為咗個公仔可以企得穩少少。同埋多一句，你即係唔好以為多合金就係一件好嘅作品啦。What do you want？ 仲有地台我都費事搞添啊，仲有佢個流星錘咧，好嘢，差唔多啦，轉頭見。Yo, what's up? You're watching. 你哋睇緊嘅係睇緊嘅玩具 TV Toys AV 玩具電視。